OK， 继续来看一下河池对战 ET 代表队本场比赛。喜欢拳皇食物的朋友，先点个关注啊！点击关注不迷路。本场比赛来自广西的河池对战来自台湾的 ET 大表哥。比赛规则抢七，大表哥再赢这一局的话，就抢到再点局了。老二加油了，老二现在还是选择了白衣八神对战光膀子的吉斯。哦，现在打得越来越激烈了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对于河池来说，必须要赢啊！差了三分了，差距变大了。对方再赢的话就拿到赛点，他这里更不好赢了。八神想要发起血压，被对方站住，给他打下来，还有机会吗？河池现在损失了七个，完全被吉斯牵制住了。八神偷下盘，来不及，还不行，下必杀 A， 带 ES 暗攻手追加爪结取消葵花单段，压起身，哇，吉斯起身抓对头啊！十五这个起身头真的太快了。逆风拳，被迫抖起来啊！欢迎你加团。放水放的好厉害啊！谁放水啊？大表哥放水吗？兄弟。你这是瞧不起老二吗？继续来看比赛，关键的对局来了，大海的味道夏尔美对战洛克，四期洛克对战三期夏尔美，走起，加油！两位玩家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选手啊。老二现在血量越来越少，但是大表哥也不敢就断言自己就这么拿下河池这一灯了，因为对方还有四气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大表哥的夏尔美越来越稳定了，你看压起身怎么压，哎呀 ES 大别刀，大表哥 CT 反击还在这边，河池熬了超杀啊，绝望超杀啊！